因为爱，所以我投身电影。在我刚开始当演员的时候，身边的导演看到我都会跟我说：“陈婷妮，你去谈个恋爱好不好？你有的是什么？你只是年轻而已。”去年我演了人生的第一部电影《失控谎言》，应该是我人生的一个很大的开关吧。我很热爱自己表演的这个工作，所以在表演的路上，我就算做了多大的努力，我都觉得这是值得的。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说啊，你们演戏的都是疯子？为什么会像疯子呢？因为我们真的热爱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。别让年龄限制了你的角色。